比赛。好，第一个徐感希小朋友，请帮我们掌声一下。哎呀，看老师了，走过来，走过来看大家，站在妈妈这里。呀妈，大家，大家好，我是徐感希，我要讲的故事《丑小鸭》。鸭妈妈哭哭了一窝鸭宝宝，可是最后孵出来的那只小鸭子长得又大又丑，大家说它很丑，都欺负它。它心里很不过，就离家出走了。在路上看到了小熊，小鸭子也说它很丑，也欺负它。它心里更伤心。温暖的春天到了。居然飞了起来，他鼓起勇气飞到了池塘，看到很多美丽的天鹅在水中看到自己影子。哎，我不是丑小鸭，我是一只洁白的天鹅。没想到我跟猪动了，我飞去找我鸭妈妈了。我的故事讲完了，谢谢大家。